各位，我们也是不是有请那个陈处长哈？好，那请陈次长。好，林委员你好。好，处长好哈。那今天针对这个两项的一个条例哈，有几点就来跟你做一个提议哈。第一个，我想这个在整个保安处分的这个条例里面，我想过去哈。可能是在执行上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啦哈。那目前来讲的话，是不是各监所保安处分如果像这些呢这个几项的这个在执行上如果完毕以后，是不是当日的中午以前就可以这个放行？这个应该都有一致性嘛，是不是在执行上？报告委员，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已经全部全面的，只要是受人身居住自由的，我们全部都已都经有了嘛？都在当日午前就释好，放了。那表示你们的这个行政执行上比法律还要来得效率高了哈。这原则上这个条例应该是没有问题嘛哈。是没有。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到这个汉生病的问题了哈。汉生病现在已经没有了嘛哈。现在还是有这不是种病，过去的，过去那个病呐，现在叫麻风病，已麻经风病把它现改在成，新发生的没有的嘛？它还是有，但是有吗？有，它现在汉生医院里面还有少数的个案，刚刚卫生署已经提到，少数个案是以前延续下来的，不是新的嘛？是新的吗？你来答询一下好不好？好，那请卫生署副执行长。主席，委员，现在汉生病就是那些大部分都是老旧的老的病人，啦，老老旧的病人。嘛现在新的病个案大概就是说吃药几天就可以控制的，然后是慢慢药就物可以控控制的制。嘛，对，就没有这种问题的存在了嘛。对。那现在这个汉生病也不是这个条例也不是问题嘛，对，只是在这个用词上的更改而已嘛。对。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像这个汉生病是传染性不高嘛，不需隔离嘛，对，那我请问一下，目前在各监所里面，整个艾滋病到底病例多少，你知道吗？它的传染的高度，你有没有做调查？在里面有很多这个受刑人，只要一碰到，那个是恶性增加呢，你没有做隔离。那是不是现在法务部，你这个整个艾滋病的这个防治，现在有没有做这个筛检？比如说，艾滋病到里面去执行的有多少人？然后执行完毕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再做一个筛检？这个感染的防疫，还要怎么样做治疗？这个必须你们两个部会要去做跨部会去做整治。现在发觉到一个问题。艾滋病是增加，尤其到监狱去执行的时候，没有感染艾滋病，结果回来的时候感染艾滋病，这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去检讨一下，这个是一种病例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市长要不要重视？报告委员，事实上我们监所啊，什么每一年啊都会定期做 HIV 的这对，个阳性好。的检验。啊，所检以，验你们的结果的数字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了解，并不会说到监狱执行啊，他原来是阴性的变成阳性的，据我了解没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处长，HIV 我阳知性道，的是另外，但是有增加的趋势，你没有减少。因为我们另外有把它专区在监禁啊，是，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监所管理人员他有没有危险加急？目前是有，但是不多啊。哈，有不我多，是不是要提议有应吗？该要让他们有目前，受到保障？没有，你们没有做，哦，没有那我没们有。一再的，这个市长应该知道吧？市长有没有？是，鲍委，现在呢，这危个险，危险，危险，危险，今天是包括我们全体的这个直接介入人员哎。那目前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收容人这个人数。目前是2354人哈。对。那艾滋病的，我们用专区来管理。那专区管理呢，当然我们没有给他特别的待，这个增加特别的待遇了哈。那我们在
每年在年节的时候了，年节的时候，我们部长也体验到，我们同仁的辛劳，用另外一个方式奖励一个，给他一个，我知道了，就是奖励一个鼓励啦。对，这样子。其实应该，是不是市长？是。市长，华务部要不要愿意？这个是会传染的哦，这个是有高危险性的哦。对，你们应该从监守管理办法，特别辛苦，应该要特别立一个法，要保障这些人在做管理上，万一被感染到了，当然怎么办？是危险加急的，好不好？是是是，好不好？市长，市长你会同意吗？假如能够啊，假如能够的话，对同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不好？要不要一个？那你们这个应该行政办法就可以来提嘛，好不好？是，可以吗？我的建议可以吗？可以来提，我们曾经提过，好，但是。